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下输出不同类型的整数。首先呢，我们在这启动 Visual Studio 2013，然后我们在这新建一个项目，我们输入输出不同类型的整数，然后我们单击确定，然后呢，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我们在这输入 short.c， 然后呢，我们在这添加值。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短整数，我们在这 include stdio.h，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接着 include stdlabel.h， 然后我们输入 void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包含一个头文件，也就是 limits.h， 也就是极限的头文件。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学习一下短整数。我们在这首先输入 short sh1 sh2， 然后我们对它赋值 sh1 等于19，然后呢 sh2 等于-19。我们要知道 short 类型前面我们实际上省略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也就是 send。在这我们要了解 send 是可以省略的，大家知道它起到什么作用呢？代表有符号。然后呢，我们接着来创建一个变量 unsend short， 我们再输入 ush， 例如我们让 ush 等于256，那么大家想它们都占几个字节呢？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 我们在这输入 2d 逗号 2d， 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send short， 然后我们在这接着输入，sizeof unsend short，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然后呢，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小人的等待一下，现在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打印出了2和2，意味着什么呢？有符号、无符号短整数。都占据两个字节，那么大家想想，占据两个字节是多少位呢？也就是16位。那么内存空间有限，所以呢，只能存储一定范围内的数据。那么大家接着想想，我们如何输出它们呢？我们在这儿需要用到 %hd， 大家知道 %hd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也就是输出短整数。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sh1， 我们在前方插入斜杠 n， 我们输入 sh1 等于 %hd，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 sh2， 我们把1改成2。那么大家接着想想，我们要输出 USH 用什么呢？我们再输入 USH 等于%HU， 然后呢我们再传入 USH，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接下来我们再注释一下%HD 对应有符号短整数。那么大家接着想想，%HU 呢对应无符号短整数。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场合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正常的输出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一，我们需要打印一下数据的极限，我们再输入 void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印出short 类型的极限，我们在这怎么做呢？%HD 逗号%HD， 我们在这分别输入 max 等于，
然后再输入 min 等于。大家有符号的极大值极小值分别是什么呢？也就是 SHRT max， 然后呢 SHRT min，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查看一下它的定义。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这就是有符号 short 类型的最大值，而这个呢也就是有符号 short 类型的最小值。然后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ter，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最大的是32767，最小的是32768。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这儿要了解一下，有符号无符号端整数是不是都占两个字节呢？是不是都是16位呢？大家知道有符号会怎么做呢？有符号会用一个二进制位表示正负，0代表正，1代表负。然后呢我们在这接着运行起来。那么大家想32767等于多少呢？我们要知道16位有一位用于表示符号，剩下15位是不是表示数据呢？在二进制里面15位最大是多少呢？也就是15个1。我们再输入12345678910111121213145，转换到十进制，大家在这可以看到是不是32767呢？所以我们在这要知道为什么有符号的最大数是这个值。接下来呢大家想想，如果是无符号呢，极大值极小值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在这插入斜杠 n， 我们在这输入 u 代表什么呢？无符号。我们在这输入 max 等于 2d， 然后再输入 min 等于 2d。 大家想想无符号的最大值多少呢？也就是 ushrt max， 无符号没有负数，所以最小数就是0。接下来呢我们在这接着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无符号最大的是不是6535呢？大家在这了解一下，无符号有没有符号位呢？无符号没有符号，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16个1呢？然后呢我们切换到二进制，我们输入16个1，16个1也就是无符号的最大值。我们再输入1234567891011121314516，我们切换到十进制是不是65535呢？然后在这儿我们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65535。65535我们切换到二进制也就意味着16个1，所以说呢无符号的16位全部都为数据。实际上在这儿我们输出无符号，除了用百分号 d 以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在这儿还可以用百分号 hu。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百分号 d 和百分号 hu 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在这儿来给大家注释一下，百分号 d 百分号 hu，都可以用于表示无符号极大值极小值，但是官方推荐用什么呢？官方推荐用百分号 hu。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二，然后呢我们把这一段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把这清除一下，把这个闷函数改为闷函数。然后呢我们把这两行代码复制一下，我们再输入 max 加1，然后我们再输入 min 减1。
然后我们也在这输入 max 加一，然后在这输入 min 减一，我们在这分别加一减一，然后呢在这我们加一减一。现在呢我们在这插入一个斜杠 n 以后，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max 最大值是32767，加一以后是不是正的32768呢？在这儿大家留意到没有，下面是不是错误的呢？然后 min 减一应该是-32769，但是在这儿却是这个值，是不是也是错误的？6535加一应该是6536，在这儿为什么是零呢？然后在这儿 min 等于零， min 减一应该是-1，为什么是6535呢？这中间是什么问题呢？在这儿我来告诉大家，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百分号 HD 只能解析 SHRTMAX 和 SHRTMIN 之间的值，越界就会出错。那么大家想想，百分号 HU 呢？百分号 HU 只能解析USHRTMAX 和0之间的数据，越界就会出错。所以大家在这切记，我们用百分号 HD 打印的时候，只能打印 SHRTMIN 到 SHRTMAX 之间的值。同样的，我们用百分号 HU 来打印数据的时候，只能解析您到 USHRTMAX 之间的值，越界的话就会出错。所以呢，大家在这要切记。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把这个 MEN 函数命名为 MEN3， 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我们在这输入 int long .c， 然后呢我们在这添加值。首先呢我们在这 include stdio.h，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 include stdlabel.h， 我们在这输入 void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在这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32位系统下 int 与 long 等价，大家知道 C 元的规则是什么呢？ C 元的规则也就是 short 小于等于 int， 然后呢小于等于 long， 也就是占内存的大小。在一些16位的系统，16位的系统往往 int 只有两个字节。然后接下来了解完成这两个规则，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在这儿 int lam1 等于10， lam2 等于-10，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unsigned int ulam， 我们让它等于20。大家知道 int 类型占几个字节呢？ int 类型占4个字节，在32位的系统下，我们再输入 printf 百分号 d 百分号 d，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sizeof int，然后在这接着输入 sizeof unsigned int， 那么大家想想 long 类型呢，我们在这输入 long 一等于10，然后我们输入逗号，我们输入 long 二等于-10，然后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unsigned long ulong， 我们让它等于20。
大家呀，弄和安塞的弄，他们都占几个字节呢？也就都占四个字节。我们在这输入 seas of long， 然后呢，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seas of unsigned long，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分号，在这儿呢，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n， 在这儿我们输入 get 小让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都占四个字节呢？在这儿我们就得到一个规律 int long unsigned int long 它们都占四个字节，四个字节多少位呢？也就是32位。那么大家想想，我要打印它们我们该怎么做呢？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 lam1 等于百分号 d， 逗号 lam2 等于百分号 d， 然后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ulam 等于百分号 u， 我们在这分别传上这三个数据 lam1 lam2， 然后呢 ulam，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分号，在这呢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n， 接下来我们接着打印，我们插入斜杠 n， 我们再输入 long1 等于百分号 d， 逗号 long2 等于百分号 d， 逗号，然后我们输入 ulong 等于百分号 u， 然后在这分别传入 long1 逗号 long2 逗号 ulong， 然后在这输入分号，接下来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是不是正确输出了 lam 一二还有 u lam 的值呢？ long 一 long 二和 u long 的值。在这儿我来给大家注释一下，百分号 d 用于干啥呢？用于输出 int 和 long 类型的数据。那么大家接着想想，百分号 u 呢？百分号 u用于输出 unsigned int long 类型的数据。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main 函数命名为 main4， 我们接着来查看一下极限，我们已经知道了 int 和 long 都占四个字节，我们要输出极限，我们在这需要 include limits 点 h， 相应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输出它们的值，我们在这要打印出 int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怎么做呢？我们在输入 int max 等于百分号 d， 然后我们输入 min 等于百分号 d， 我们在这就可以分别传入 int max， 然后呢 int min，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我们在这右键查看定义，大家在这可以看到这就是 int 类型的极大值，而这个呢就是 int 类型的极小值。那么大家想 long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呢？我们在这可以输入 long max 等于百分号 d， min 等于百分号 d， 我们在这输入 long max，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long min， 在这呢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n， 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小让它等待一下，现在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 int 和 long 类型的极大值和极小值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完全等价的，它们是不是一样占四个字节，最大最小值都是一样的呢？所以在这我们要理解 int 与 long 是等价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想想这样一个问题， int 类型占几个字节呢？ int 类型是不是四个字节？四个字节32位，
有一个用作符号位。那么大家想想，零代表什么呢？零代表正，一呢代表负。那么有多少个可以表达数据呢？也就是31个二进制位可以用于表示数据。那么大家想想，31个一转换成十进制是多少呢？在这儿我们来给大家验证一下，我们在这儿清零，我们在这儿输入12345678910111213141217182324252628293031，我们切换到十进制，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21474836479呢？所以大家现在理解了为什么 int 类型的极大值是这个数， long 类型的也一样。那么大家接着想想，我们要打印出 unsigned 的 int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还有 unsigned 的 long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这输入 u 代表 unsigned 的，我们在这输入 int max 等于%u， 然后我们输入 min 等于%u，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uintmax， 然后我们要知道无符号的最小值是不是就是零呢？然后我们在这接着打印，我们在这插入斜杠 n， 我们在这输入 u long， 我们要知道无符号 long 类型的极大值是多少呢？ unsigned 的 long 类型的极小值是多少呢？我们在这分别输入 u longmax，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零，然后我们在这输入分号。现在这儿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它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不是都是完全一样的呢？所以在这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unsigned 的 int 与 unsigned 的 long 是等价的，它们的大小都是四个字节，最大最小也是一样。那么大家接着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 unsigned int 类型的最大值是42946795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四个字节有多少位，四个字节32位，无符号有没有符号位呢？无符号没有符号位，所以呢全部都是数据。我们在这儿切换到二进制，我们清零，我们输入32个一，12345678910111213141212324252627282930312，我们切换到十进制，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是42949697295呢？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理解一下，无符号 int 的极大值也就来源于四个字节32位都是二进制，最大的数也就是32个一连在一起转换成十进制，也就是42949697295。大家理解完成这一点以后，我们在这儿把这个MEN函数命名为MEN5。下面后呢我们在这输入 void MEN，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我们现在把这段代码复制过来，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份，然后我们在这儿插入斜杠 n， 我们再输入 max 加一，然后我们再输入 min 减一， max 加一 min 减一，然后我们再输入 int max 加一 int min 减一，然后我们再输入 long max 加一，然后我们再输入 long min 减一。下然后呢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起来，让它等待一下，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发现没有， int max min long max min 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加一明明是2147483648，但是它在这变成了负数。min 减一应该是-214748-3649，但是在这儿却成了一个正数，是不是错误呢？
Lomax 的效果是不是和 Intmax 是一样的呢？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记住一个铁律，什么铁律呢？百分号 D 只能表示 Intmax 与 Intmin 之间的数据。越界会出错，同样的，对于 long 来说，百分号 d 也只能表示 long max 与 long min 之间的数据，越界就会出错。大家在这要记住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演练一下百分号 u。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把这段代码粘贴过来。我们在这儿输入 max 加一 min 减一 ，max 加一 min 减一。然后我们在这儿分别加一、减一、加一、减一。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场合运行起来。大家现在发现没有？42949672795加一是不是应该是42949672796呢？但是在这儿却显示了零，零减应该是负一，但是它在这儿就显示42949672795，这是为什么呢？在这儿我们要理解一个铁律，百分号 u 只能表示 u intmax 和零之间的数据。越界就会出错，百分号 u 也只能表示出 u long max 和零之间的数据，越界就会出错。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把这个mn函数命名为mn6。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键项，我们在这儿输入 long long 点 c。然后呢，我们首先在这儿 include stdio.h，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接着 include stdlabel.h，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 void m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下另外一种数据，什么数据呢？长整数。例如我们输入 long long l1， 我们让它等于10。然后我们输入逗号，然后我们输入 LL2， 我们让它等于负10。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定一个数据 unsigned long long ULL， 我们让它等于100。那么大家想想，这种数据类型它占多大呢？我们在这可以打印出它们占几个字节。我们再输入 print of 2d， 我们再输入 size of long long， 然后呢，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size of unsigned long long，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键，然后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它占八个字节。long long 是什么呢？ long long 是长整数。那么大家想想，我们如何输出 LL1LL2 呢？还有 ULL， 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LLD， 然后我们输入逗号百分号 LLD，然后再输入百分号 LLU， 然后呢，我们分别输入 LL1LL2， 然后呢 ULL， 然后再输入分号。在这儿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N， 现在呢我们就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打印出了10、负10还有100呢？在这儿我来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 LLD
打印隆隆。LLU 呢？打印安塞的隆隆。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七，我们来查看一下隆隆类型的极限。我们首先需要 include limits.h，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void 的闷，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我们再来打印一下隆隆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我们再输入 隆隆max 等于百分号 ld， 然后我们再输入 min 等于百分号 ld， 然后呢我们在这分别传两个数据，也就是 隆隆max，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隆隆min，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接下来呢我们再打印出 unsigned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我们再输入 unsigned long max 等于百分号 ALU， 然后我们再输入 min 等于百分号 ALU， 它的 long 的极大值就是 ULL long max， 最小值呢就是零，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起来，让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插入斜杠 n， 我们现在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发现没有，这就是 long max 的极大值极小值，还有呢 unsigned long 的极大值极小值，是不是非常的庞大呢？我们在这来注释一下百分号 ld，表示范围大于什么呢？大于百分号 d， 然后呢大于百分号 hd， 然后呢我们在这接着输入百分号 llu， 表示范围大于什么呢？百分号 u 大于百分号 hu。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把闷函数命名为闷八，我们在这儿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我们新建一个闷函数，我们在这输入 long max 加一，然后呢 min 减一，这个时候再加一，这个时候再减一，我们在这儿插入斜杠 n， 我们在这儿加一，然后呢我们在这减一，然后我们在这加一，在这减一，然后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这个数加一后面应该是正的92233720368547758，对不对？但是在这却是负数，这里负数减一是不是仍然是负数呢？在这却是正数，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数加一之后变成了零，而在这个时候这个数减一呢变成了这个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要了解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百分号 ld 表示范围，也就是 long max 到 long min 之间越界会出错。同样的，大家想想百分号 LU 呢表示范围就是 U long max 和0之间越界就会出错，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九。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我们在这输入整数打印注意事项点 c， 然后呢我们在这添加值，大家在这已经理解了，
LLD 的表示范围大于 2D 大于 2HD， 2LU 呢大于 2U 大于 2HU。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切记一下，我们在这输入 void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我们在这要注意，我们打印数据的时候必须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匹配就会出错。所以为了匹配，大家尽量使用范围较大的格式符，例如%LLD。在这儿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输入 print of %HU， 我们在这输入65535。大家想，这个时候它能不能正常的输出呢？肯定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正常的输出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对它加一呢，在这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n， 然后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打印出了零。为什么呢？在这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数的溢出，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最大的两位数是不是99呢？最多只能存储两位，对不对？如果你对99加一，是不是变成100？但是你只能读取两位，进位的一你是不是读不到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只有零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溢出。同样的我们要知道6535是多少个一呢？也就是16个一。如果你在这加一的话，它会变成多少呢？也就是一，然后呢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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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所以在这儿是不是打印出了零呢？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百分号 HU 范围有限，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打印呢？我们在这儿应该用百分号 D 或者百分号 U 都可以，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大家在这儿切记一下，为了匹配，大家尽量用范围较大的格式符，否则的话很容易出错，产生溢出啊、补码啊等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切记，打印的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在范围之内，如果不匹配就一定会出错，不是溢出也就会产生补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下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十，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件项，我们在这儿输入八进制十进制点 C，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添加值。首先我们在这 include stdio.h，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接着 include stdlabel.h，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void 的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我们要输出八进制的数据，十六进制数据我们怎么做呢？例如我们在这 int lam 等于160，然后大家啊，十进制我们如何打印呢？也就是百分号 D， 八进制呢百分号 O， 十六进制呢百分号 X， 我们在这分别传入 lam lam lam，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分号，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ter 呢，等待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把它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打印出了160240A0。我们在这启动计算器，我们启动 CLC， 然后呢，我们在这输入160，我们切换到8进制，是不是240呢？切换到16进制，是不是 A0 呢？这个时候大家要切记一下，百分号 D 有符号10进制，百分号 O 呢无符号8进制，百分号 X 呢无符号16进制。在这儿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输入百分号 D， 百分号 I， 然后在这分别传入 LUM， 然后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输出了两个160呢？大家知道百分号 I 是什么呢？百分号 I 也就和百分号 D 是完全等价的。例如我们在这输入-160，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两个是不是都正常输出了-160呢？但是上面两个是不是输入错误？大家在这可以看到-160是不是没有正常的输出呢？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百分号 O 和百分号 X 它只能处理无符号，无符号能不能处理负数呢？是不能处理负数的。打印负数出错，打印负数出错，大家在这务必要理解这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一，这儿呢我们补充一个6，我们把闷函数命名为闷11。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闷函数，我们在这输入 void 的闷，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int lum 1等于10，然后我们 int lum 2等于010，然后我们在这接着 int lum 3，我们让它等于 0x10。然后大家想想，这三个数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d 逗号百分号 d 百分号 d， 我们在这分别传入 lum 1 lum 2逗号 lum 3，然后我们输入分号，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ter， 让它等待一下。现在我们就执行起来，大家认为这三个值分别是多少呢？也就是10、8还有16。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010代表什么呢？8进制的10，0x10呢，也就代表16进制的10。我们在这可以启动计算器验证一下，例如我们在这输入8进制的10，切换到10进制，是不是就是8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8，然后我们在这切换到16进制70，我们输入10，切换到10进制，是不是16呢？所以大家在这理解这一点，我们在这要注视一下，前面带0就是8进制，那么大家想想带0x 呢？带0x 就是16进制。那么大家想，我们在打印的时候要想输出0或者 0x， 我们怎么做呢？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 然后呢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i， 然后呢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井号 o， 然后我们输入百分号井号 x， 然后呢我们在这分别传入 lum 1，然后我们在这传入 lum 2，然后呢我们在这传入 lum 3，然后我们输入分号，接下来我们插入-n， 现在这儿我们就把它运行起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是不是输出了8进制还有16进制呢？前面带了0，也带了 0x， 所以呢在这儿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按照8进制输出带0，
这个呢就是按照16进制输出，带 0x。如果没有井号呢，就不带零。没有井号，不带零。没有井号，不带零 x。在这儿，我们来拿它做一个对比。我们在这儿分别输入20、20、20。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把井号给去掉，我们在这儿把井号给去掉。现在我们就把它执行起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输入10进制20、8进制24、16进制14。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是不是8进制24、16进制14呢？如果没有带井号的话，是不是少了0和 0x 呢？所以大家在这要切记。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12，然后呢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键项，我们在这儿输入 type Delphi。 大家知道 type Delphi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也就是类型定义。我们在这儿 include stdio.h，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void 的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例如我们在这定一个 unsigned long long ull1， 我们让它等于20。然后呢我们再定一个同样的数据，让它等于21。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么写是不是很蛋疼呢？每次都要写这么长。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给它起一个别名呢？结论是肯定可以的。我们在这儿可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印出它们的值。我们还记不记得打印它们应该用什么呢？%LLU%LLU。向然后呢我们再输出它的值，也就是 ULL1 然后 ULL2，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在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 然后等待一下。大家现在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就可以输出这个值20、21。但是大家留意到没有，每次输这么长是不是很蛋疼呢？我们能不能让它简写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type Delphi， 也就是为你的变量类型起一个别名。例如我们让 unsigned long long， 我们将其命名为 ull，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然后我们再输入 ULL3 然后 ULL4，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接下来呢我们在这打印出它们的值，我们再输入%LLU:%LLU，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 ULL3， 然后我们再输入 ULL4，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我们在这分别对它初始化，我们让它等于11，然后我们让它等于12，然后我们在这插入斜杠 n。 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少写很多字母呢？也就是 ull 它现在等价于 unsigned long long。 现在呢我们在这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输出了11和12呢？在这我来给大家注释一下 type Delphi没有创建新的数据类型，只是为已经有的数据类型起一个别名。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ULL 就是 unsigned long long 的别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它是不是可以少写很多字母呢？关于输出不同类型的整数，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认真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在这儿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short 类型 unsigned short 类型占几个字节，是不是都是两个字节呢？ int 类型占几个？4个。 unsigned int 类型呢？4个。 long 类型呢？
也是四个，安塞呢弄呢也是四个，弄弄呢八个字节，安塞弄弄也是八个字节。在这儿呢，大家想想，削了类型用什么呢？百分号 HD， 安塞削类型呢？百分号 HU， 因特类型用什么呢？百分号 D。那么无符号因特类型呢，也就是百分号 U， long 类型呢百分号 D， 安塞 long 类型呢百分号 U。 实际上大家知道吗， long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也就是百分号 LD， 安塞的 long 呢也就是百分号 LU。 大家在这要理解32位系统是等价的，百分号 D 和百分号 LD 32位系统等价，百分号 U 和百分号 LU 32位系统下也是等价。然后大家讲 long long 类型它占几个字节，它就占八个字节。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呢？百分号 LLD。 那么 unsigned long long 呢也就是百分号 LLU。 输出8进制16进制分别用什么呢？百分号 O 还有百分号 X。我们要输出带零的该怎么做呢？就是百分号井号 O。 然后大家想想，带零 X 呢百分号井号 X。 Type Derby 大家知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没有创建新的数据类型，只为已经有的数据类型起一个别名。在这儿可能有很多同学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百分号 D 和百分号 LD， 百分号 U 和百分号 LU， 它们真的等价吗？实际上真的是等价的，我们在这儿来给大家验证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复制这一段代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13，然后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闷函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需要输出 int 和 long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 unsigned int 类型 long 类型的极大值极小值。我们在这少一个头文件，少什么头文件呢？也就是 limits.h。 然后呢我们在这把 long 类型的提取出来，然后我们在这复制一下，我们在前方插入一个斜杠 n， 然后我们再输入 ld ld lu lu ld ld lu lu， 然后呢我们在最下方输入 getter， 我们运行起来，在这就是输出它们的极限值。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对比一下代码，大家可以看到百分号 LD 和这个百分号 D 是不是完全等价的，百分号 LU 和百分号 U 是不是也是完全等价的呢？所以大家在这要记住这一点。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认真实践。